好，我是郑畅，我终于回来了。耶呼！听听看，厚实的胸膛。太棒了！这一年的锻炼，让郑元畅带给大家的感觉是更加的可靠哦，不管是肩膀也好，还有他整个的人生态度也好。现在心情是非常非常兴奋，因为我跟大家一样也等了300多天的日子，就在今天可以跟大家见面。今天准备了很多的活动，主要是要跟粉丝们近距离的接触，然后也要跟现场的媒体的大哥大姐们打声招呼，就是很久不见，然后也让你们就是追之前我的新闻也追得有点辛苦，因为毕竟我在当兵。接下来呢，一个全新的郑元畅是属于现场每一个大家的。掌声鼓励。当兵这段时间其实最放不下的就是粉丝们，因为粉丝们他们一定会对我有很多的担心，其实我也非常的想念大家，所以今天就好好的来享受这个算是一个 party 吧，还是就是一个综艺节目的感觉。对，我们今天是你知道综艺的感觉的军中乐园，让所有的朋友们用比较趣味的方式来感受一下小众这几些在这个几个月在军中的感觉。可是我们也要帮所有的粉丝朋友们，要帮媒体们问一问，在当兵的这些日子里，有没有受到一些心境或是身体上的照顾，还是大家都对你很好，还是大家都对你很狠，哪一种？在我的单位里面，我的长官跟同袍弟兄们其实对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就是相处得非常融洽。对，在心境上面的话，我觉得自己给自己很多的功课跟磨练，比如说让自己的心可以更心平气和的去思考很多的事情。是，所以以我是今天教官的身份，我也跟大家保证，在郑元畅当兵的那个单位，每一位长官跟同袍弟兄真的都对他很好。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只要跟我们一报告，我们不会有第二句话，马上就怎么了？还好吗？来摸摸你有没有发烧？没有哦，那多休息哦，宝贝。我们是非常关心他的，绝对没有在军中让大家担心那些状况发生。